球！哎，毛敏哲，拿球！传球！传球啊，大哥！把球给后卫！拱门！打下去了，快点儿！停！我的天哪！队员状态都是散漫的。传球了。那么在场上的距离啊，铁罐你在干什么？还有就是执行力啊，都非常非常的不好，达不到我预期的效果。铁罐来，准备开始，快把对方推出球外啊！怎么回事？谁跟他吵架了？李成岩。你呀？怎么了？你俩什么原因呢？我不小心过来把他撞倒了，然后他就反手打过来。你把他撞倒了，是故意的吗？不小心的。不小心的。你们是一个队友，是一个家庭。他也是不故意把你撞倒了，然后你就回手打一下。你觉得你有对吗？你做的对吗？不对。然后你还发脾气，你还下去了。你俩站起来，其他人靠边，把杆扔掉。去吧，我给你机会。来，你不哭吗？不服吗？来，动手去。要么就握手。是不是好朋友？是不是好队友？你刚才说声对不起，说我不故意撞的你。对不起，我不故意撞的你。对不起。你刚才说对不起，我不应该下去。对不起，我不应该下去。这就可以了，对吧？都是一个好的队友，好不好？来，传杆，传杆，每个人。冰球本身就是一项充满对抗的运动，我希望孩子们在场上遇到了矛盾，要以正确的方式去解决。没事劲儿啊，站起来吧。让他们在场上除了队友，我们还是家人，我们还是朋友。希望他们以后能够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为这个团队去拼搏。为了实现为国出征的目标，尽快的提高自己的能力，大兵小将的队员们坚持不懈的刻苦训练着。而这时，经理人易烊千玺收到了一封来自沈阳的邀请函。来，同学们，我们有任务了啊！谁说烦死了？来，你们怎么一天天这么散漫呢？来看看千玺哥给我们带来什么任务了。这封信是冰球技巧大赛组委会邀请我们去沈阳打一场比赛。我去沈阳的时候就心情很兴奋，终于可以玩雪了。回家了，我检查沈阳的卫生。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上去打包好自己的行李，去沈阳。我们去现在就去。对，上楼收拾行李，走。上楼。啊，对，上楼，先上楼。其实收到这个邀请还是挺开心，然后也挺荣幸的，有这么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能让孩子们来过来参与，然后锻炼自己。接到了来自武大靖的邀请函，大兵小将的小队员们连夜打包行李，准备踏上大兵小将成军之后的第一次客场之旅。面对东三省的五支强队，初次出征客场的大兵小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我没吃呢，你要去啊？雷老师，我现在
啥呢？你看他们视频呢。已已成员，是咱不认识他们，训练的时候是吧？是壮人训练。那是谁啊？王志，王志彤。这是什么？毛宇没看书。哦。我觉得咱今天是建队以后第一次带他们来这种外地打比赛嘛。嗯。然后我觉得咱们团队这个团队凝聚力还需要再加强一点。是。所以我想咱们今天挑几个孩子出来，干嘛？然后给他们分配一个守护天使的任务，就让他们在今天一整天的任务里面，可以默默地守护自己需要守护那个人。啊，就是一对一呗。对，像我守护你那样是吗？选守护天使，通过这个任务之后能有更强的守护别人、照顾别人的这么一颗心，我也可以通过这个任务来增强团队凝聚力。经历了两期节目以后，我们确实发现我们队伍存在一些问题，怎么能把我们团队在生活中把他们凝聚起来，然后让他们学会分享，让他们学会互相帮助。嗯，所以我觉得千玺提的这个意见非常的好。那咱今天选几个呢？四个。四个是吧？你俩不两个。您选一个。我选李安逸。咱们队俩女孩，我觉着她还长得挺像天使的，而且应该给女孩一个份额吧，是吧？嗯，我选李安逸。那我选李成岩，因为他虽然上一期当了副队长，但是我看很多小孩，但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很听他的，但其实他是小大人，我感觉。我就可以让他再多照顾照顾别人。我选个毛秉泽吧。我觉得他这个气质整体跟咱们队其他孩子气质有点不雷同，是不是？跟大家都热闹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看书。看书哈。然后我再选一个铁罐。其实上次他当后卫的时候失了一球，然后他跟孙思邈说对不起，我没给你守住。你别看他嘻嘻哈哈，其实心里面挺有责任感的。那我们先叫来一个孩子，叫铁罐，叫铁罐啊。我的是我的书包上的，没有人能欺负我。为啥要抢我东西？那他骗我，欺负我。不管谁先打的谁，这种事儿是不能的，听见了吗，铁罐下浪？你们这两个人都有错误。听懂姐姐说那个吗？对，罐儿，罐儿，进来。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吗？你自己想一想，给我们一个答案。犯什么错误了最近？还错没犯？啥错误了？没啊，没犯。你觉得我们叫你来干嘛来了？玩来了。如果今天一整天让你选一个小朋友去照顾他，你想做不到。你今天一整天有一个身份。什么身份？是你今天是一个天使。我吃完了哦。你今天身份叫守护天使，然后你是要去守护队里面一个小朋友，但是是要默默的去守护他，不能让他发现，知道吗？我不知道该守护谁，不开心，因为我要照顾别人，我想让别人照顾我。你没事，这个不用你管，一会儿可以抽签儿。我们给你个盒子，让你抽签儿，抽中那个名字就是你今天要守护的人，你要默默关怀。不是抽签，听我说话呢，大哥。哎。啊。我现在就害怕。懂你，懂你，懂你。大家说不好照顾。行吧。爸，看看谁。赵姐呢？喂。你可以吗？不可以呀、啊。魏晨老横横的。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选你当守护天使？爸爸，你上次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失了一球？然后你跟孙思问说对不起，我没有帮你守住这个球。
对不起。你还记得吗？那你自己就是训练完一个一个捡冰球，你还记得吗？是。看到没有，这些我们都看到了，说明你还挺有责任心的，所以我们选你。打比赛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互相照顾对方，有默契，有配合，知道吗？包括生活里面，你必须照顾其他小朋友，你必须默默的照顾，你不能告诉他。好了，拜拜拜拜。要把胖。哎呦，你收赞助商多少钱？拿。吃人了 ，Kimi， 大桃大桃下雨。李成岩，你怎么还穿个西装呢？你是个运动员，你不知道吗？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叫你过来吗？不知道。你最近跟队里面谁发生矛盾了？应该没有吧，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太久了。太久了，我们有视频为证啊。啊？我们还有视频啊。不知道。啊，不知道。杨岩，杨岩，走。在之前冰上摔跤的时候。我和童子林闹不开心了，他太用力了。你知道守护是什么意思？就是保护。嗯，需要你去照顾其他小朋友。其实我们选你，知道你小，但是如果让你照顾比你大的人，你能完成吗？因为你是副队长。来，你从这里边抽一个名字。童子林，然后呢？总是要瞅着我他，我明明看到卡牌上有一个其他人的名字，我一拿就拿错了。那你还能照顾他吗？默默的守护他一天，能不能？能。李成岩抽到了董子林，其实我们就特高兴。如果他们抽到都是自己喜欢的，本身也失去意义了这件事情。行了，这是你今天的任务啊，你要默默地守护他一天，好不好？嗯。你去想想怎么照顾他吧。拜拜。拜拜。拜拜。今天穿得很帅啊。李成岩感觉他虽然很小，就有时候能看到他在管理别人，试着去管理别人，能发现他是有那种小大人的那种感觉的。给我弄个特写好不好？再大一点。够了。你爱我吗？他帅吗？给我们两个人一张特写，好吗？给你一张特写，谢谢了。连夜，连夜。连夜，干嘛？坐。犯什么错误了？我没犯。真的吗？写日记了吗？今天没写啊。为啥不写了？没空啊。那么忙吗？不想写就不写了毕业。你想想我们为什么叫你来聊天。我发现了，还爱聊天。换了我是不是爱聊天？你又找我聊天来了？你没有来你怎么？你妈都说你话痨，你还没有。那我们今天给你一个任务，你今天一天的身份是守护天使。
天使啊，有翅膀啊。谁是天使啊？你。我也想被守护啊。你想被守护啊？啊。哦，那今天你先守护别人好不好？好。让你抽签选一个你需要守护的小朋友。可是那万一我抽到我不想抽的人呢？谁？我不想抽到的是潘西岩、铁罐、孙思温、王子玉。我想抽到 Kimi， 我超想抽到 Kimi， 我喜欢他。你怎么喜欢 Kimi 了？不喜欢赵简吗？我喜欢啊，我不喜欢赵简。我不喜欢赵简。啊，那你就看你抽到谁，好不好？嗯，抽签。王志豪，你想照顾他吗？不想。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王志豪很调皮，我觉得我管不了他。其实王志同他身上有一种小孩的叛逆，有那么一点点不听话。李安逸他又是那种看起来像班干部那种小女孩，所以我希望他们两个碰到一起，李安逸能好好照顾，好好管一管王志同。没让你管着他，还让你照顾他，真的做不到。不想。再重抽一张币，不想揉他，那也得守护他，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对不对？半个人行不行啊？不行。那这里边没有你吗？这你要守护我呀？嗯。真假？你好好守护啊。你刚才还说 Kimi 呢，你个善变的人。行了。拜拜。这里。啊。哎呀，太难谈了。晨曦哥哥，雷爸爸好。雷爸爸。嗯。哎呦我天，我这辈分。嗯。晨曦哥哥，帮可不可以帮我把头发弄一下？啊、能帅一点吗？这个孩子非常注重他在别人。眼里的样子，我也不是啊，是吧？是吧？嗯。今天弄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许动了，知道吗，毛敏哥？嗯。你要觉得千玺哥弄得不好，一会儿我给你调整一下。哎呀！不就往上抓吗？啊！后面人家睡个印子，你给弄上了，都睡啪了，你看。行吧，你在这个队里面有特别想照顾的小朋友吗？嗯，李晨妍吧，很小嘛，就需要被照顾。我看你老读英文书，你用英文翻译一下什么叫守护吗？翻不出来，出不来。嗯。我们今天给你个身份，今天一整天，你需要当一个守护天使 ，Angel。咋守护啊？默默地照顾其他小朋友，不能让他们知道。那让你抽一个吧，看，来，抽你要守护的人一个。就是王子赵简，我不要守护赵简，不要守护赵简。我不喜欢赵简，赵简可不好照顾。我不喜欢赵简，赵简可不好照顾。不要守护赵简。为什么呀？他上一次就是私我性。那你守护他，你愿意吗？对，我拒绝，我也不愿意。再抽一个。我觉得你守护赵简挺好的呀。啊，如果你喜欢的人，你守护他，那谁都愿意啊。但如果你不喜欢，你去守护他，说不定守护完以后，你们的关系变好了呢。好的。可不可以？可以。啊，行了。啊。来，还给我。祝你成功啊。嗯。其实是对孩子来说确实太难，你像他们那个都处在被人照顾的阶段当中，你让他去照顾别人，其实他不懂怎么照顾。但是呢，有了这样一个设定，我倒觉得好的就是他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对方，这本身也是一种好的沟通。四位守护天使刚刚选定，小将们就要离开主题，前往这次东三省少年冰球技巧大赛的比赛场地，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考验？你爱成过弯路，等你有空间去地里跑三步圈，帮我做一下。
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冰雪盛会。为了迎接冬季奥运会的来临，我们在这里举办了东三省青少年冰球技巧大赛，有请我们的冰球小将们入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队雷奥明星队。辽宁省青少年冰球队，明日之星俱乐部天狼队，吉林市布松冰熊队，辽宁盘古队，欢迎！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大冰小将队。当时我拿着我们队伍的名字，我走到最前面，我感觉很自豪。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队员。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大冰小将队的金牌经理人易烊千玺，以及我们的全能领队雷佳音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欢迎。好，欢迎我们的全能领队，欢迎我们的金牌经理人哈，这个请二位跟我们所有的小队员来勉励他们一下好吗？非常荣幸能够带领大冰小将队来到这个东三省青少年冰球技巧大赛。我们是怀着一颗学习的心态过来跟所有非常厉害的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们进行比赛的，希望可以从大家身上学习到一些体育精神，谢谢。我是一个东北人，但是这回带领我们大兵小将队回到我的老家作战。虽然那个我是东北人，但是我们不会手软啊，争取向大家学习，然后呢战胜大家。谢谢。我们今天还有一位非常特殊的重量级嘉宾将会来到我们的东三省青少年冰球技巧大赛当中，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特别训练官。大家好，我是原来是短道速滑，现在改成冰球队的一名运动员，我叫吴大靖。我想也是中国冰雪的一份子吧，我也是尽自己的希望，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带动更多的人来体验参与冰雪运动，也为三亿人上冰雪做出自己的贡献。好，那接下来呢，即将开启到我们的东三省青少年冰球技巧大赛正赛之前的热身赛哈。冰上龙舟赛，作为正式比赛前的热身赛，我们将水上龙舟搬到了冰场上，队员们坐在龙舟内，用特制的木棍作为桨，齐心协力向前行进，首先冲过终点的队伍获胜，接下来能得到武大靖的帮助。各位一起跟我加油好吗？嘿嘿，兄弟们看我，一是抬起来，二是滑，明白没？二，咱试一试，来听口令啊，预备，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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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气势都拿出来啊！大兵小将加油！
当我们队员坐到龙舟里的时候，每个人都基本上都嘻嘻哈哈的啊，可能往常也没做过这种比赛，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当游戏啊。然后其实我心里边是有一定担心的。我们的冰球小将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冰上龙舟之上，喊起来啊，一二，喊起来啊，听到没有？回答我呀，听到没有？听到。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主裁判已经举起了手，好，比赛开始。一二，率先启动的是辽宁美奥冰球俱乐部队，他们一马当先。一二。刚开始还以为是就拿个棍子使劲弄，等他走了，然后就走了，疯了吧？冰球俱乐部队是横着滑的。之前拍戏的时候，我练过那个八人皮划艇啊，我基本上知道那个发力是什么样的。那你必须得八人一心协力，只要有一个人不在那个节奏里，其他七个人的力都会使到你身上，然后就乱掉了。这个龙舟比赛不仅是八个人，是十个人的比赛啊，所以就是一盘一盘散打。让我比较失望的一点，就是在比赛中途的时候，发现别的队已经通过终点线了，我们的队员都放弃了。厉害！不行啊，这样。太不行了。走，其实比赛的结果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整个球队的状态真的是很差。获得我们的优胜队伍就是雷奥明星队，恭喜！所以我们的特殊训练官武大靖将加入我们的雷奥明星队，欢迎大靖的加入，欢迎！经过了第一轮冰上龙舟赛的热身，东三省青少年冰球技巧大赛进入正赛第一轮，降落伞接力赛。东三省少年冰上技巧大赛分为降落伞接力、混战打门、双人绕桩接力，每轮正式赛获胜队伍都将获得相应积分。降落伞接力，每队派出四位队员参赛，参赛者身背降落伞进行快速滑行接力，最先完成的获胜队将获得三分，第二名得两分，第三名得一分。出师不利的大兵小将队能否尽快进入状态，获得更高的积分？别把手机，这两个细节我改的。攒点劲儿行不行？一会儿打比赛了。啥时候比赛开始啊？马上。坐好。今天包括你们是不管是做游戏也好，还有你们在场上的这个纪律，你们特别的松散。你们的松散可能会影响到你们下一场的这个比赛。游戏是游戏，比赛是比赛。下一场比赛，如果我发现有一些队员如果在场上有不认真或者是不努力，那么你马上到场外休息。
看到金教练发火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比较惭愧。其实应该作为一个领队，我应该站出来，然后明确地告诉他们，其实生活中的玩儿和那个上场比赛，这是两件事。记住，到弯道的时候一定先急转，然后快速压步往前走，记住了吗？记住技巧啊！第一个是王子，王子记住，第一棒很重要，还有最后一棒很重要。第一棒走的时候一定要把对方的队友给拉开，所以说在弯道的时候不能摔倒。接下来请我们六队的冰上少年都来到我们的出发点，走走走，你俩 go go。王子记住，第一棒很重要，游戏是游戏，比赛是比赛。接下来我宣布东三省青少年冰球技巧大赛第一项比赛，降落伞竞速接力比赛。我是第一个上，我是接第一棒的，我一定要为这个队开一个好头。正式开始。我也不懂啊，走啊走啊。哦，有两个摔倒了，大兵小将摔倒了。王子记住，第一棒很重要，在弯道的时候不能摔倒。转弯的时候要稳，但是我那时候很着急，所以我就摔倒了。哎呀！快起来！大兵小将加油！走左右，没事，没关系。想开个好头的，但是没想到还拖了个后腿。Go go go， 快点！辽阳营雷奥队依然领先，加油！加油！加油！快点，比划！毛炳泽往上跑。后来我们队再也没有追上来了，就变成倒数了。阻力真大，别紧张，你讲什么？没事。最终在降落伞接力的比赛中，雷奥明星队获得第一名，积三分，辽宁盘古获得第二名，积两分；辽宁省青少年队第三，积一分。降落伞接力赛真是意外连连，接下来将是第二轮混战大门比赛，冰球小将们将获得15分钟的休整时间，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吧。第二轮混战大门即将开始，比赛共分三轮，每轮每队一人参加，同时争抢冰球。最终抢到冰球并成功打入球门的人，为所属球队获得一分。正好我看一眼，混战打门，混战打门，我觉得应该就得找一个打门能力强。那要不雷老师上打门那个？我肯定得输啊！我连球都放不了。怕孩子们输。前面跑一个，后面机长下面连着跑的。这一轮因为第一场龙舟输了。对啊，是吧？然后第二场也输了，接力也输了，孩子们总输也不好。是的，所以说这场安排反正就是潘思妍是肯定要上的。还有谁？另外俩？潘思妍，我觉得李安逸也可以。李安逸是吗？潘思妍、李安逸、王子。走啊！
其实选择王子的时候我是很犹豫的，因为他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有一些失误，我怕他在下轮当中他会有一些压力。走走，拿球，快速快速，拉杆做压，拉杆急转给下一个安逸，快点打板吗，使劲做动作，然后给他下一个人，走。我就很想上，因为我第一场表现不是很好，我就想第二次的时候表现好一点，给我们队争光。我们即将开启我们的混战打门的第一轮比赛，谢谢潘思妍，别着急打门 ，OK， 走，加油。武大靖要上啊！武大靖要上。潘思妍加油！潘思妍加油！我也是昨天是第一次去体会冰球，这个项目充满着激情。混战打门开始。作为球队的队长，我觉得我第一个一分绝对要拿下来。大兵小将加油！大兵小将加油！啊，怎么了，潘姐？我说啥？大兵小将加油！哎呀！哎呀，差一点，差一点。特别兴奋，特别兴奋，这东西就是因为你没有预判，梦的根本其实是意外啊，所以你当你很兴奋的时候，就是觉得哎，你没有什么抱有什么期望，突然就发现哎呦，潘思妍进球了，一进球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是自己孩子成功了。OK， 特别棒，好球，好球，好，我们的混战打门第二轮正式开始，加油！李安逸加油！当时教练选我上场，我觉得是因为他很信任我，所以我要去为球队想分。走走，你李安逸，李安逸，撞球非常的撞球。你敢跟他们竞争吗？为什么不敢啊？射术，大兵小将控球，李安逸。女生打冰球也会很勇敢，我比男生更勇敢。尽力了，没事，没关系。孩子们总是也不好。是的，潘思妍、李安逸、王子，王子，看你了啊，看你了啊。
我一定会赢，这个球一定是我的。第三轮正式开始。可以啊，可以，可以，快点，王子，王子，王子，我一定要很稳的把球打进。漂亮，王子，漂亮，王子，漂亮。我呢？孩子们在比赛中进步很大，从中也得到了一些锻炼，队员之间也更加团结，像三九小儿感冒药守护孩子健康一样温暖可靠。经过激烈的混战打门比赛，大兵小将打入两球，为自己的积分加上两分。辽宁省青少年队打入一球，积一分。东三省青少年冰球技巧大赛进入了最后一轮，这是专为小孩们设计的三九绕桩赛，不知道我们三位大朋友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这为孩子设计的吗？往哪儿弄得了啊？没事，你可以。三九双人绕桩控球比赛，每队将派出一位队员，分两组各三人进行比赛。每组参赛者将从易烊千玺、雷佳音和武大靖中抽签选择一名搭档，双人接力完成比赛。参赛者要带冰球依次绕过三九组成的障碍桩，并打门成功。最终按各组完成时间排名，第一名获得三分，第二名两分，第三名一分。首先由我们雷奥明星队的小运动员进行抽签。好，那我们这一轮的九九九双人绕桩控球的比赛即将正式开始。武大靖的控球果然要好一些。雷佳音和易烊千玺两个人现在是雷佳音这边是控球有个小失误，易烊千玺比较稳。啊，机长了，来。好，碰完手套，李耀队的小朋友绕出来了。看看这边雷奥，沈阳雷奥队第一个完成的比赛，加油！第二个完成比赛的是天狼，完成比赛，好，第一轮完成。第一组完成比赛。第二组代表各自球队出战的小将，也将从易烊千玺、雷佳音和武大靖三位中抽签选择一名搭档完成比赛。那个谁，那个魏雨辰，当时在选择他的时候，魏雨辰直直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他想要上场比赛的欲望。你是哪个？你是谁队的？我跟你啊。你是谁队的？我跟你啊。那你在中间去。就别说别人是说我们队运气不好，就我都觉得我们队运气不好，你怎么就能抽到我呢？看起来武大靖是有优势的，但是从第二轮开始，小球员的比拼就很重要。雷爸爸，那就第二轮比第一轮更加熟练。雷爸爸，快点！看起来啊，有可能辽宁青少年冰球队将完成射门。我们进来了，给机长。大兵小将队现在控球的是66号魏雨辰。
就是，但是你没想到啊，就是这个命啊，就吉人自有天相，真的，就你没想到，就是我加上魏雨辰，我们就还赢了。我们队一上就赢。魏雨辰，你好棒！过三球双人接力绕桩的比赛，大兵小将队获得第一名，积三分；雷奥明星队获得第二名，积两分；哈尔滨天狼队获得第三名，积一分。客场征战的大兵小将队员们终于顶住压力，逆境翻盘，获得东三省青少年冰球技巧大赛的冠军。但冰场的较量还未结束，等待他们的将是更激烈的与东三省五支球队组成的联队进行的3v3车轮战。还有一场比赛，这一比赛是咱们这整个一个队要跟另外五支队要打比赛，那所以你们要打5场比赛。一个队打这5支球队是不可能赢的。我很怕我们输，因为他们那么多人。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也挺重要的，关乎大兵小将队这个荣誉，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真起来。如果再发现谁在下面跟我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说谁又打我一下，谁又闹了一下，我们可以让你这场不上场。玩归玩，闹归闹，现在这是比�赛，然后也希望拿出120%的精神，然后把自己的信心加足、加劲儿、加油。大家拿出精神头来，好不好？好，拿点气势来，1、2、3，好，好不好？好，好，加油！大兵小将将和来自东三省的五支球队组成的东三省青少年冰球联队，进行每节5分钟的3v3车轮战。最终综合5轮战绩，总分高的一方获胜。现在是两个队都派出了自己的队长和副队长。大表将这边是11号潘思妍，24号的王浩宇王子，还有一位是66号啊魏雨辰，门将是10号的王子宇。场地这个在门后啊，应该是没有这个停哨。这边是雷奥的进攻。嘿，王子！直接轻扔一条。32号的张宇豪啊，打入了球门。从来没有这样过，我们一个队打5个队。我们不能再说了，我一定会进球的。传球啊！场上出现了空位，但是没有选择传球。打快
传球，这球不能挡。好，好机会。还有，给传球啊，传球！传球啊！传球，这就是个团体运动，过错的单刀是没有什么好机会的。哎呦，潘思言下来，这边大兵小将队换了一个人。你如果要带 C 的话，你就像个 C 啊，你拿球该突破，该传球传球啊，速度没有，在这耍什么呢？大兵小将队在门前布阵防守。王浩宇又想单刀，三个人防他没防住，这球是打到门前，门将扑出来了啊！潘四爷，上！再有一次，你给我下去啊！我们看到大兵小将队又换上了他们队长潘思言。我不想再输了。潘思言后场带球，非常漂亮的拉杆过人，有机会了。球进了！潘思言用个人能力完成了这个进球。漂亮！哇，好像！现在让比分变成了1-1。现在是一个中场的2分钟休息。你们能不能紧张起来啊？你们来玩来了，为什么不传球啊？谁在不想比赛啊？别打了，给我下来，听见没有？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第二局大兵小将将迎战来自哈尔滨的天狼队。传球啊！这边硬是，哇！小杰打了一个挂脚，这到门前是一个空门球进了。哎呦，好厉害啊！我们队今天配合小，对咱们来说算。他这个壁球项目，他其实就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其实都是靠每个人的力量来完成的。现在东南亚联队的第三支球队是来自于辽宁盘古队。哎呦，还是缺乏配合，基本都靠个人能力在进行比赛。吉林冰熊队来迎战大兵小将，漂亮传球啊！大兵小将队作为一支新组建的球队，目前团队的配合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得要多传球，听见了吗？多传传球，你这么打没有意义，好吧？是
虽然我们一直在进球，然后我们都特别开心，但我发现金教练他的表情好像一直都特别特别严肃，所以我觉得金教练可能发现了一些队伍里面我们没有察觉到的问题。门前又是一张，哦，直接球飞过去了，郑俊来可以直接打门了，反手球进了，互相没有配合，这看起来不是一两个球员的问题，而是全队都存在着。今天的最后一个对局啊，来自于辽宁青少年足球队。传球，传球！大兵小将的最后一个对手，这也是对他们体能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验了啊！眼前第二点，哦，出门反手进了，漂亮！恭喜大兵小将队！12-4啊，赢得了中山省青少年乒乓球技巧大赛3-3的胜利。赢了，赢了，赢了！耶，我们赢了！你们来玩来了？我不用你，你把 C 给我摘了。冰球是个集体项目，想借着这次比赛机会让孩子们多去锻炼，但是没想到孩子们是以这种方式来赢球。那么就算进100个球，我觉得没有配合，没有战术性的东西在里面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我们赢了比赛，但是金教练还是批评了我们，说我们没有团队配合，我们对现在的传球配合很少。好，我们所有的冰上小将们，所有的教练员以及所有现场的朋友，那欢迎我们回到东三省青少年冰球技巧大赛当中哈。那经过了一天非常激烈的比拼，我们最后比赛的结果也出来了。那我们最后获得第一名的球队是大冰小将队，恭喜！虽然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但是比赛中依然暴露了大兵小将缺乏团队配合的问题。为了增加团队凝聚力，让小将们懂得团队彼此的重要，经理人易烊千玺和领队雷佳音决定办一场饺子宴，让孩子们在包饺子的过程中体会互相配合的重要性。小朋友们，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现在呢，因为很多小朋友还有哥哥也都是第一次来到沈阳，第一次来到东北，所以呢，我们晚上决定在我们的宿舍里面给小朋友们做一顿饺子宴。大家爱吃饺子吗？爱吃。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包饺子吗？因为过新年。一是过新年，二是我们来东北，啊，三是我们大金哥也是东北人，对，就得吃饺子。我也东北人。啊，就得吃饺子。我也东北人。东北人。那个一会儿咱们去那个选食材的时候，大家爱吃什么馅儿都告诉我啊，然后咱们那个包多点馅儿的饺子，好不好？热热闹闹的，然后晚上吃顿饺子。我爱吃白菜馅儿，我爱吃猪肉白菜，我爱吃肉馅儿，主要就记我。再一个就是包饺子这件事呢，它有分工，啊，有擀皮啊、和面啊、弄馅儿啊。我们希望通过包饺子这个事情呢，让大家更多的交流和配合。首先，他们要去当地的菜场选购饺子宴的食材。香，哇，好香啊！陶宝林，你喜欢吃啥馅的？我看看，我看看，你在这等虾啊，我去买肉馅。肉馅在哪儿？老板，我们要这个，要这个。您这有小葱吗？这个白蘑菇来几个？你得告诉我萝卜多少元，我得算。给你算吧。我还得算，你别给我找少了，别以为我是一年级小屁孩啊。22，一共22是吧？22，您能
半皮，然后算我十块钱行吗？那不可能。那11。那15。我跟你要的都是便宜的价。那18吧，是吧？这零的我都给已经给你抹掉了。啊，就已经给你抹掉了，要不整？二十吧。二十。这个大葱也要了哈。还剩点钱想吃啥？没有，快走吧。太可怕了。来，把衣服穿好，帽戴好。来，天冷别感冒。来，天冷别感冒。走。系好安全带了吗？我们出发了，准备。哇，这就启动了。哇，一点声音都没有啊。这边开门就看谁来了。哦，教练，过年了，过年了，新年好，我给大家带来了新年礼物，百草味年货坚果礼盒，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给他打开分了吧，来，这个是在前面。嘿，来大姐，我来了，认一个大哥，认一个大姐。那个让我管他叫大哥，这让我管他叫大姐。对，陈真是他大哥，然后呢，我现在成他大姐了，然后他是我的小弟。他喊我喊大哥，我喊他喊小弟。来，是大哥。哎呦我是。这几个蝴蝶结就够了。还系个蝴蝶结呢。谢谢你，安哥。那个，我现在负责洗菜，千玺负责切菜。你负责面，行。最没有能力的跟我去洗菜的，谁会洗菜？铁罐跟我洗菜啊，你洗菜。我洗菜切菜都可以。那你跟切这个刀小孩，刀这个东西就别让孩子碰了嘛。你跟我洗菜，你不能玩刀，你最危险。来，我上这边来。我要擀面。铁罐，过来给我洗菜。那面那个面包那个叫什么的？擀皮儿。那个也咱自己弄啊？那会吗？对。在我们短道速滑队当中，偶尔也在一起包饺子。那每个人的分工明确，这也是培养我们团队的一个凝聚力和一个核心的一个作用。好了，只能摸一下啊，这还得吃，是咱们吃肚里的啊。如果是吃不好，咱们就得去医院的。好了吗？好了。哎呀！给王志同，把盆给王志同。儿童，给你盆。你们人太多了，铁罐，你过来扒蒜。蒜扒完以后放这儿啊，交给你了啊。皮儿放这儿呗。你需要帮手吗？啊，你需要帮手吗？不需要，你大蒜。铁罐，小心别那个辣着指甲那里面。啊，知道了，谢谢。不用谢。铁罐，你俩发蒜。哎呦，给我一个蒜，给拿蒜，就是皮儿都放这儿，还有蒜放这儿，然后呢，把爸爸都放这儿啊，看一眼，懂没？我不会把蒜。不会挖蒜，他俩不会挖蒜。我会包饺子。他俩不会挖蒜，他俩不会挖蒜。你教我呗。这样吗？哦，我会了，我会了。花椒泡上。花椒用热水泡还是凉水泡？热水，那个是热水。啊，凉水就够了，看这样。嗯。泡完以后怎么着？捞出来啊？这花椒不能吃，不能吃。
不能吃，咱整啥呢？那调味儿呗，调味儿。就是调味儿呢。对啊，淀粉就是麻辣出来吧，我也不。你不会，你在什么招啊？然后花椒水倒到肉里边啊，花椒水倒肉里边去啊。哦。芹菜肉啊，哎呦，啊这刀工可以啊。我觉得千玺哥哥的刀工很好，好像真的大厨一样。哎，你喜欢什么赵姐？赵姐，现在没有了，给你搞一个龙了呗。我给你搞个鸡，行。先做一个鸡头。Rose bite is bite。王若泽给我包了一个饺子，当时是很开心的吧。包好的放盖帘上啊。捏死啊，把那个边捏死，要被竹子煮飞了啊。我包的有两箱装多了，漏了。你这就告诉你，跟你这人格一样，你看到没有啊？全都往外吃啊，这肉。我都到了啊。没事，手放行，可以，别炸，慢点放，贴着边，贴着锅边放，对。哎，这油不错啊。我们对油要求非常高吧？这个是叫金龙鱼。是我刚参加完他们的发布会嘛？然后他们现在已经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还有2024年的奥运会的赞助商。这么厉害？我们家也一直用金龙鱼的产品，米是咱们东北的，面也劲的好吃。他毁了，我跟你讲。事儿多了，来起锅了，带你糊了呀。往盘子里浇吧。用奥运的品质为我们健康加油。好吃。饺子喽！我们也要下人饺子，开心不？来来来，看这儿，看这儿，看镜头，照个相。这你们第一次包饺子，我帮你们拍照留念一下。看这儿，一二，拍的真好。我来一个吧，用手吧。潘思雅，我吃到你包的了。还可以吗？我的下饺子。马场，我吃到你的包子了。你这个还不错吧？不错。要吗？谢谢，帮我来点吧。我出完。哇，谢谢，啥都行。孩子们，我们这次通过做饺子，我们学会了各自分工，我们学会了团队凝聚力。希望我们除了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在战场上，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体会到的经验，我们都可以用上，不能只顾着自己，还要顾着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们。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一次做饺子，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还有很不错的团队情谊。我们是一个团队，不能缺少每一个人，所以你们要更加团结，然后一起加油，一起取得好的成绩。我们一起学妈家，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笑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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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伙儿，我们一起拍张合影好不好？
这个青年红色还挺好看的啊，咱们来拍一张。看这边。马上。笑一笑，大家伙高兴一点。大家伙看镜头。一二，笑一笑。鞋子。好了，同学们，安静，安静，来看这边，这边即将有故事发生。同学们，其实呢，我跟你们雷叔叔从你们所有孩子里面选出了四位，当你们一天的守护天使。通过那个咱们一天去做游戏，同学们感没感受到就是有人偷偷关心你们？有谁感受到了吗？北辰，北辰，就没有感受到有人关心。北辰感觉到我那啥了吗？我关心你了吗？嗯。你不能你说，你是强硬要求谁？不能你说。哎呀，没脸了！我觉得小瓜不适合当天使，因为天使只是有瘦的，没有胖的。胖的咋飞呀？飞不动。谁都没感觉到吗？王志彤，你感觉到了吗？莲叶啊，莲叶，莲叶怎么了？我忘了有的，我忘了有的。哎呀，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小担心的，害怕今天这样的安排起不到任何的效果。赵姐，你感受到了吗？啊，感受到啥了？啥呀？啥？问你感受到啥了？什么呀？你感受到啥了？感觉啥了？问你感觉到啥了呀？感觉什么了？感觉到啥呀？有人照顾你吗？除了我们俩之外。啊，照顾啊。啊。啊，王秉泽。啊。王秉泽。亲情就是很平常啊，因为我知道他会感受到啊。你给他，给他，谢谢。不要，我不吃。我对这个东东过敏，我不敢吃。他真的像我的弟弟一样，就把他当做我的弟弟吧。把我的给赵姐，快点，把我的给赵姐。那个毛秉泽把他的份儿给你。谢谢毛秉泽。王允泽一直照顾我，都把好吃的都给我，还为我特别做了一个饺子。送你的啊！别浪费，玩灭了。送你的啊！王允泽给我包了一个饺子，然后我很小心的把饺子捧过去放了。我觉得毛秉泽表现得非常好，照顾赵简这件事情，就是你能发现他是动了心思的。李胜言，你说说，该你说了。哇，想不出来。你说你照顾的人是谁？小小浪呗。你照顾小小浪啊？小小浪。啊？你感觉到他照顾你了吗？嗯，不知道。你觉得我们团队里最需要照顾的人是谁啊？李晨妍，我都照顾他，他比我大呢，还不听话。陶总林，你喜欢吃啥馅的？我看看。我看看，我要被我偷的零气死了。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设置守护天使这个任务吗？
要团队，要互相分享。对。王志鹏，你最喜欢什么事？你最喜欢什么事儿？万一种嘛，一直都是。我在家里也吃。那我吃菜一天的守护天使体验，已经让这支球队渐渐有了变化。帮助他人，团队协作的守护之心，如同一颗种子般，在小将们心中生根发芽。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和比赛中，这支球队的每一个人都能用一颗守护之心，守护球队的每一位伙伴，也守护着这支球队。希望从今以后，我们这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当天使，保护我们身边所有的小朋友们，不光是生活，还是战场上面。听到了吗？那守护天使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而且它应该只是一个开始，它可以在所有小朋友的心目中种下一颗小种子。希望通过守护天使这个项目的开始，能让他们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慢慢地认识到团队凝聚力的重要性。感谢独家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微博搜索单兵小将今日话题专区，为最软萌的冰雪小可爱加油打气吧。欢迎登录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蓝天海官网、中国蓝 TV、 腾讯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凤凰娱乐、人民网娱乐、新华网娱乐、环球网娱乐、中国青年网、千乐网、中华网娱乐、国际在线娱乐中国、大众网娱乐、粉丝网、爱乐网、中国文娱网、中国综艺网、中华娱乐网、环球娱乐资讯网。了解节目相关资讯，下载腾讯新闻、网易新闻网一号，搜狐新闻、凤凰新闻、扎克尔、一点资讯、天天快报、小鱼等客户端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感谢 OWL 手机、百度、QQ 浏览器、QQ 看点、新闻部落、三六浏览器、搜狗输入法、超级新闻网、互动百科、WiFi 万能钥匙、天天 P 图、QQ 空间、QQ 群应用、超级粉丝团、引力资讯。APP、风向 APP 等平台的大力支持。2022年，奥林匹克的旗帜将再次来到中国，把冰球这个项目推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更多的孩子或者更多的大人喜欢上冰球。力邀贴心真诚又会照顾人的全能领队雷佳音，1月12日周六晚20:30，大兵小将，一切冰场上见。